全民造星五的二号参赛者魏念恩是今届的大热人选，而在全民造星五开播之前，他就已经默默接触，和先后为陈永嘉和陈磊担任 MV 男主角，可以说是星途无限。不过有读者就向我们爆料说，日前在葵涌石梨村堕楼身亡的女子是魏念恩的女朋友。据知魏念恩自从参加全民造星五之后，就因为工作太忙分身不下，他们的感情受到严重影响，女方一时想不通，突然选择轻生，而魏念恩的 IG 头像亦都是深夜转为全黑。